新歌 After Like 回归的 IVE， 不管是音源还是销量成绩都屡屡突破纪录。出道以来的连续三首爆歌，让他们人气和话题度持续高涨。尤其是在限定团时期，就是第一名出道的原因。以新团重新出道后，更是红到不行，手握多项代言品牌。除了可爱甜美的外表和超纤细的一双大长腿之外，原因的表情管理也一直是大家讨论的话题。在舞台或是节目上的他，几乎时时刻刻保持着完美的表情。虽然有一派人认为他的表情管理太超龄油腻，或是只顾着自己漂亮，但也有不少人喜欢这样的他，直呼他是天生偶像。不过如此有包袱的他，在这次的回归舞台上竟然出现了首次放弃表情管理的一刻。原来是因为摄影师要拍在原音后方唱歌的泪，逐渐往前的过程中，原音蹲下的位置就显得很尴尬了。平常超专业的他，就瞬间表情管理失败，这意外的漏网片段也让粉丝们直呼太可爱啦。